吃什么吃的？你妈妈都不给我儿子了，能给你吃口饭都不错了。奶奶，那我把吃剩下的给他吃。不行，吃剩下不能给他吃，你晚上吃。奶奶，你对我记好了。奶奶，你太偏心了。妈妈，哎，那不是珊珊吗？珊珊，你怎么在这儿哭呢？妈妈，奶奶不给我吃的，我肚子好饿呀。你看，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，先吃个面包。妈妈，我好久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让你受委屈了，走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奶奶，不好了，珊珊今天挂好了。站住！你带我孙女干什么去？干什么？我叫你一声妈是尊重你，你的偏心永远也改变不了。要不是你儿子不争气，我能丢下萱萱不管吗？我的女儿我自己带。你还敢教训我，真是烦了。我女儿跟着你吃不饱穿不暖，我再也不让她跟着你了。妈妈，你快带我走吧，我再也不要在那里家待了。珊珊，没人能伤害你了，妈妈会一辈子守护你，咱们走。别走，这叫我给我儿子怎么交代呀？别走，你放下珊珊。